在那个黑白相机只能展示人轮廓，体现不出五官立体的年代。这些照片可以看出林徽因在民国时期还是很出众的，气质一看就是大家闺秀。不知道为什么很多女性喜欢朝林徽因，且不说那个年代我们没有参与，事实真相到底是怎么样的谁也不清楚。就单他在建筑史上和文学史上做出的贡献，就没什么好嘲的。